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养猫来做宠物，猫乖巧可爱，毛茸茸的一团，惹人喜欢。家里养猫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，有时候猫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都能稳稳地落地，一点伤都没有。但要是我们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不死也会残废的。那为什么猫可以安然无恙地从高处随便落地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。猫的身体结构和人体是有很大差别的，显然猫和人根本没有对比的意义。猫的耳朵可以探测距离，猫的尾巴可以平衡自己的身体，而猫爪上肉垫则是它们从高处落下不会受伤的重要原因。猫爪肉垫表面有一层非常密集柔软的结缔组织，厚且结实，当猫高处落下时，这个肉垫不仅可以减震，还能防滑，再加上猫尾巴能使身体保持平衡，也难怪猫能平稳落地了。另外，当猫处于半空中时，会调整自己的姿势，将背部弓起，脚朝下，这样就不会摔倒了。但如果猫在空中，还没来得及调整姿势，也是会摔下来的。虽然猫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一旦从距离过高的地方跳下来，猫也是会摔死的。生活中就有不少喵星人自己把自己摔死的例子，所以大家为了喵星人的安全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猫哦。感谢观看本期节目，了解更多，请关注我们。